台湾我们比较少吃到的是马来西亚的料理。有一位呢，在马来西亚住了10年的严素冠，他回到台湾为了圆开店梦，60岁了跟朋友开店，没想到合伙人才做了2个月就落跑。严素冠呢，就干脆自己冲到马来西亚面试新厨师，也砸了500万重新装修。现在这一间店成了马国华侨的秘密私房餐厅。红葱头、姜蒜先爆香。接着加进马来西亚辣酱和特制果子酸酱，慢慢熬煮，口感会偏咸香。再放进马来西亚进口的咖喱粉，3种香料1:1:1混合。另一锅热油炸茄子，炸到表面金黄微软，倒进咖喱锅中。会放鲷鱼片先。再依序放进鲷鱼片、花枝虾，煮个5分钟，淋上椰浆成锅，再撒上薄荷叶。超澎湃的海鲜咖喱锅是店内的秘密招牌菜，是很爽口。很舒服，然后它很多特色的餐，超爽脆，客人一吃就上瘾。但背后老板却是位连锅铲都不会拿的亲切妈妈，这个梦想一直还是没有放弃。对，可是上帝就听到了。60岁的严素冠在马来西亚住了10年，返台后开餐厅，但没想到合伙人才做了2个月就落跑，进了20-30万的那一些货啊，就放在我家地下。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很好。他是真正的厨师，所以我一听我就马上订机票过去槟城跟他面试。岳阳重新找厨师，砸下500万装潢翻修，才让餐厅重回轨道。送来的菜都是烂的，所以我只好自己跑去那个商家跟他拿货。香料一定从马来西亚进口，保持道地味道，每天到市场挑食材把关，兴趣变工作，也圆了人生的梦。东森财经新闻，萧海云、嘉豪台北报道。